芦荟你吃过吗？这个是长了好几年的一个大叶片呢，我们来尝一尝里面的果肉是什么一个味道。把它的头给它切掉，削掉两边的边刺，扒掉一层的外皮，给它切成长条状。都说芦荟呢很苦，咱们尝一尝什么样的一个味道。晶莹透亮的，我们平时吃呢就来吃这个芦荟里面的果肉，丝滑软糯。来，我们来尝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味道。你吃过吗？家里种了芦荟的姐妹们哈，可以尝一下，挺好吃的。辣丝儿，软糯，可以蘸白糖，蘸点那个酱都可以去吃哈。这样吃的话，就是没有什么味道，挺解渴的。